Hello， 红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静怡。我今天穿的是2023景色令冬季女装，搭配了一个 Eloise 的手提袋，我觉得这一身非常的法式，带有一点小复古。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看的手袋，然后也看中了一件白色的羊毛夹克。不会说只去选择特定类型的剧本，主要是看自己与角色的契合度，以及自己是不是对这个剧本有创作的感觉和激情。首先是第一部作品吧，因为那是开始，然后其实在每一次的拍摄过程中，在当下那一部角色都会对当下的自己是最重要。会，其实在每一次每一个新的阶段都会对自己去表演去学习都会有新的问题，但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慢慢的去了解自己去学习，还挺好玩的。